少主，快来换一件美美的新时装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主线是失败了吗？本游戏呢，我也忘记讲到哪里了。我记得都讲完了。我房前可以强化装备哦。闭嘴。哎呦，忘记了啦。应该是讲完了吧。来，紫薇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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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！先讲这个好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玄武剑魄。大家知道玄武在哪里吗？就是这一只乌龟。为什么他要取得方法？对，我怎么给你看玄武比较好啊？这样好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给你看玄武哎，因为他一直挡在那边。这期怎么动不动就玄武啊？